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很开心又来到我们人间万事单元。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星云大师全集内这篇很特别的文章，题目是过敏。文章内容如下：人在世间遇到各种人事、环境，甚至饮食、空气等，都要能适应。不能适应，就会产生过敏。例如，有的人得了花粉症，对花粉过敏。有的人得了季节症，到了某个季节就会感到身体不适。平时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因为接触外境，偶尔也发生不适应的过敏，像皮肤过敏、鼻子过敏、咽喉过敏等。过敏既是一种毛病，就应该想办法治疗，使其能适应任何的地区、气候，让自己不管处在任何时间季节都能身心自在。知对过敏略举如下：一、饮食过敏。有的人不能喝牛奶，一喝牛奶就泻肚子，这就是肠胃对牛奶的过敏。有的人吃了芒果，全身发痒，这就是皮肤对芒果过敏。有的人吃了海鲜，浑身不舒服，避开佛门的因果不谈，这也是一种过敏。有的人吃了香蕉，全身骨头酸疼。有的人吃了糯米饭，消化不良，就会胃痛，甚至吃了青菜、萝卜，也会肚子痛。过敏的例子真是千奇百怪，因此有人忌讳吃酸，有人尽量不吃辣，有人少吃油炸食物等，总是小心调适饮食，以免过敏。二、药物过敏。有的人不喜欢吃药，生了病看过医生以后，医生所开的药他带回家
就丢弃不吃，有的人则偏好吃药，听到什么药很好，想方法总要买到这种药。但是不管什么药都有药性，即使同样的药，不同体质的人服用后反应各异，不是某一种药绝对能治好患同样病症的每一个人。所以医生打针开药时都会问，你对药物有过敏吗？有了过敏，甚至针剂不能打，某些药品不能服。我们的确看到某些人不是吃错了药，即使吃对了药，因为体质过敏反而加重病情，所以不能不注意。三，空气过敏。空气太热太冷当然令人不舒服，空气太稀薄太污浊也会让人感觉呼吸困难。有些人登山，所谓高山症，就是因为空气稀薄，肺部换氧效率降低，造成动脉含氧下降，这就是呼吸系统对空气不能适应。大自然的空气本来应该是清净无染的，但经过人为的作用后，有的香气浓郁，有的臭气冲天，让人在不正常的空气里难以正常呼吸、正常生活。现代科学发达，汽车、冷气带来生活上的许多方便，但是汽车、冷气所排放的废气也污染了空气，尤其戴奥辛各种化学物质排放的废气，更使污染的空气成为无形杀手，不能不重视。四，人情过敏。人情厚薄好坏也让彼此心理上起了过敏作用。你今天面容严肃，让我感觉空气中好像笼罩了一层低气压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态度不良，也让你感受到气氛不对，你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，而起种种的改变。人情的过敏比医药、饮食还要快速，所以我们要让彼此放松心情，不要相互过敏。你有正常的心情、态度，我也有正常的说话、表情，相互热情，正常，彼此
就不会因为人情过敏而伤感情了。其实人除了要注意以上种种过敏以外，对地球的开发使用过度，地球反扑造成地震、海啸、土石流等天灾，何尝不是地球的一种过敏？更要小心防范才好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文章到此告一段落。星云大师这篇文章告诉我们，从饮食过敏、药物过敏、空气过敏，乃至人情的过敏，甚至地球本身也因为人为因素而过敏，这些是不是也让我们去深思呢？最后，愿各位听众朋友们身心自在，阿弥陀佛。As I walk this some wasted land, there's a pain that lies within my heart, and the music on my tongue is sealed. Will I ever sing again? Take the burden from your shoulder, won't you?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You
desolation upon.